林立也已经设定好了，量好球之后，接下来大家轮到是博龙大王。拉米狗在今天赛前团队的队史全垒打次数是1299支，就是前几年真的太恐怖了，那现在是回到正常。哇，没有太多可以闪的空间，所以其实这一点我们逛就过去就先过去，那慢没有办法先过去，还是要等他穿过去之后你再跑会比较好，不要就把你的落点可能就更明显。像王柏荣其实到最棒之后他会有这种脚步会往后踩，之后再往前踩，就是他出手之后才开始做攻击。我想你要回答什么？一直单打。上来一系列都在走王柏荣内角，目前还没有看到外角球，方格机会处理是。目前为止，包含今天在内，王柏荣是18个打数，6支的安打，有点受到挤压，游击方向，再给予孟奎一次机会。今天这3局过后双，今天的用球数看起来有办法，那赛前的夺三振。哇，应该会来一个直球，因为你现在投到一好三坏。所以说，我对自己的职场，这是明显的一个猜测性的出棒给迷惑了。哇，最早把它用掉。哇，博龙大王追求打成了一个飞球，不过距离可能不大够，在警戒区的。感觉这个位置真的是转。哦。不是没有好球，一个坏球。150，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讲，球速落后之后。